就。哎呀！哎，老婆，阿仔，有冇搞错啊你？乱抛垃圾又乱吐痰，唔单止影响市容，仲会影响环境卫生，滋生病菌噶嘛。唔好意思啊。下次记得吐痰要用纸巾包好处理，而垃圾就要放喺垃圾桶入面，知道未啊？对唔住啊，老婆，我知道噶啦。澳门是我家，齐来清洁它。